佳节送爱，北京慈济志工在敬老院关怀长者，八年来的陪伴，义军奶奶用自编的歌曲道出感恩。感谢和你的情，感谢和你的爱，感谢你带来的快乐，感谢你自己。这天的活动宛如一场音乐响宴，志工长辈轮番上台，大家沉浸在美妙的音符里。感谢你们关爱老人、无私奉献的义举，你们无私奉献的义举彰显了人世间最美好的爱心接力。同样的年节喜气，在广东东莞三东老人院，节目要比平时精彩，各式各样的乐器演奏，搭配舞蹈。武术表演，气氛热闹非凡。就在大家享受欢乐节目的同时，另一头六位志工也在为行动不便的黄奶奶洗衣、梳理、清洁，要让她整整齐齐地跟大家同乐。除了丰富的表演节目，志工还准备了一样特别的新年礼物。我们这里本地啊，过年的时候要丰衣足食，要买一个米放满这个米缸。就我觉得买一磅米给老人家过年，其实他们可能会喜欢，可以开心。在欣赏完精彩的节目之后，志工还送上斋饭与长辈结缘，让大家欢喜过节。台新闻真善美志工综合报道。国际新闻来关。